下一问题啊。上一时刻讲这个卖油相称，上一次介绍的卖油相称有纵横顺逆之变，那么这一条的主要精神呢，是提示我们在事实评卖的基础之上，对非实之卖，非实什么叫非实呢？春天麦见弦，他见了福了，或者见了红了，或者见了尘了，这个都叫非实之卖。那么这个非实之卖呢，和他的事实平卖就发生了生可顺逆的这个关系。嗯，那么从这儿来看，变卖篇讲阴阳啊，卖油阴阳啊，以阴阳为纲。那么平卖篇而以五行啊，而以五行的学说生可制化啊，生可顺逆来善属疾病的情况。那么这就是啊，中医的阴阳五行的学说的体现，既讲阴阳又讲五行啊。那么平外篇的啊，讲的纵横顺逆，因为他这个篇是啊，是第一第二啊，他是属于第二的，那么就为这个六经辩证打下了基础。六经辩证里头，在太阳病的中篇里头就有啊，伤寒腹满沾雨，冲口脉腹而紧，吃肝秤皮也名曰重，吃气门。又有伤寒发热，塞塞恶寒，大可欲饮水，气腹闭满，治汗除，小便利，起病郁结，使肝成肺也名曰横，吃气门啊。所以太阳篇里头啊，就有这个纵横的啊这样的啊病症了啊。所以这个变脉篇在这里讲纵横顺逆呢，平脉辩证啊，它有指导啊，指导下文，指导六经辩证的意义，这是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上次课讲了这个参折啊，脉有参折，脉还有载怪，讲参折和载怪。那么参折之脉
就是论邪气，邪气啊，上了正气，邪气上正气，有六种常见之脉。这六种常见之脉，所以就管它叫缠折啊，缠伤贼害啊，伤人家正气的。那么这六种脉啊，作为一个临床的医生就应该掌握住了啊，就应该把它掌握住。那比如说是弦呐、紧呐、浮啊、滑呀、沉啊、涩呀啊，这六个脉反映六种疾病，在临床啊是经常遇得着的。因此啊，这六个脉啊是个缠贼之脉，啊，它能为主脉作病提到这样的一个高度来加以重视。那么宰怪之脉呢，就是一种意外之变。什么叫做意外之变呢？就是当医生的啊，辨证论治是正确的，但是呢它发生了啊异常的变化，这个和这个医生治疗啊是没有关系的。那么这种变化我们叫意外之变，古人呢就叫做宰怪，这也是临床经常遇见到的事情。那这一条它是举例而言呢，什么吐啊、泻呀、肚子疼啊，它是举例而言的，就是服药了，现在发作了，这是举例而言。那么腿儿广子类似这样的一些个问题呀，还是多得很的，多得很的啊。所以呀，当医生为了啊了解客观，了解客观呢 不发生在治疗当中的啊一些个障碍，所以要有这样的一些个知识啊，要知道什么是宰怪，这个和医疗上头不是啊不发生啊什么误治啊错治的问题。那么做到了心中有数啊，料事于身，这看起来呀啊这是一个就像是啊像个啊像个小故事似的，是吧？实际上说呢它有深刻意义啊，因为你当医生啊他是就接近了社会了，社会呀、啊、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啊。我这是课堂上也不能讲故事啊，如果我作为一个这个当医生的经验来说啊，你请出诊看病啊，你得救社会啊，那遇见很多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很多事情啊。比如说你当医生的，你给个妇女看个病，看完了以后了，他又把你请去了，带给我们看看吧，一看完了拿两张荷叶，北京荷叶里头搁一个小孩胎死去了，就吃你这个药把我们胎给打下来了，你败走了，你怎么办吧？那人，那你当医生的，你心里没有两下子，那你就没有办法了，就说很多很复杂啊。这个事儿，这个张仲景说这事儿，你不要当着一个像个小故事似的了，它涉及很多很多一些问题里头啊。你没点社会经验的，你是没有法来啊来摆脱，就不叫宰怪吗？你说这是不是宰怪啊？这是第二点讲的啊。第三点，这个就很有意义了，将五脏的啊五脏之脉，
这个五脏指脉啊，有这个有胃气的和没有胃气的，所以它这里有病脉，有病脉见胃气，这个脉就主生了，这个病就要好了。如果它没有胃气，那么这个病就主死了，就主愈后不良了。来反映啊，五脏指脉以胃气卫生根呢，以胃气为根本，就提示我们临床啊，平脉辨证，你既然掌握了五脏指脉了和四时指脉，你这里头还得有一个看它是不是有胃气。如果它有胃气，它虽然是有病了，这个病也好啊，也很快就要好了，也容易治。如果它没有胃气了，这个叫真脏指脉，真脏指脉见了，这个人就不好了，愈后不良啊，甚至说死亡。这个是在脉学来讲啊，这是很重要的。上次我们讲一个根脉，现在又讲一个胃气之脉啊，这都是核心的问题，辨脉平脉里头的核心的问题啊。那么至于心之病脉和肝之病脉啊，这两个不得一样。心脉的这个写的这个文章啊，和这个肝脉写的不一样，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子。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心脉它是公脉，它是个宏大之脉，所以呢，它的正常不正常，那么张仲景啊，用他的经验呢，临床经验的总结，那么总结啊，这么两个特点啊，大家把它记住了。一个特点呢，总的来特点啊，都是和这个红脉啊相反了，颠倒了。那么这个红脉呢，心是红脉，是下令。这个红脉一个叫来盛去衰，来盛去衰它的力量，指脉的力量而言的，一个是来大去长，是指着它的脉的面积而言的，就是脉的幅度而言的啊。这是这个红脉啊，一个是这脉的力量啊，脉搏的力量，一个是脉来的幅度，这两个这红脉啊，记住这么两个意思啊。一个呢脉来盛，来盛去衰，盛才就有劲儿吗？来的呀很有劲儿，去的没有劲儿。但是来大，它来的很大啊，脉的幅度很大，来大去长。那么他现在他有病了，他心之病脉，那么病脉他就相反了啊，就和那个正常的红脉就相反了。那么他相反呢，就出现这么几个问题，一个是来胃去大，胃脉是没有劲儿了嘛，应该脉来的有劲儿啊，来盛吗？来盛去衰吗？他现来的也没有劲儿了，他去的反倒很大。所以这种现象用这个脉力来看啊，来胃去大是主病在里，为心阳内郁啊，将来可以得光膈不通，不得尿也，这是个实证，是个住宅了，那里头啊闭塞了，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卖来头小本大。头小本大呢，是说它的面积，卖来的幅度。啊，这个头就像那个纸纸啊，树的纸似的。啊，这个本儿呢，就像树的根似的。古人呢，用这个头和本啊，来这个刻画形容卖来的这个幅度。啊，红麦是来啊，来大去长啊，来的很大呀。它现在来的呢，头小，有大变小了，这是相反了吧？面积来的很小，本大卖去的时候啊，那个本儿它都挺大的，所以这个样子卖来头小本大，主心气外虚。那心主汗，心气虚外了，所以他就汗出，而得汗出之病。这是啊，这是这两啊，这两点的意思。在下边呢是上位头小，和是下位本大。这个上和下呀，就只符合陈儿说的。是卖富而为啊，什么叫上位头小啊？就是只卖富而为头小呢，只前来只卖它又小啊，卖富取很伟啊，它前来只卖呢，波动只卖呢又很小，所以叫上位头小。下位本大呢，下位是指陈麦，麦陈而尾，本大呢指去之麦呢还有很大。总而言之啊，这么四点，来尾去大啊，来尾去大一个啊，麦来头小本大两个，上位头小就三个，下位本大是四个。总的来说都是和这个红麦狗麦呀、啊、是相反的，有的从它的力量而言的相反了，有的从它麦的幅度而言的相反了，所以啊，这才叫心的病脉，心脏的病脉。这个我们就清楚了，我们到夏天的时候，比如说是他夏天应当见狗麦见红麦，来生去衰，来大去长啊，麦来红生去欢衰，满纸滔滔应下时啊，红麦是水麦呀啊，波涛啊汹涌的啊，往上来很盛又很大又比较有劲儿，这就叫红麦啊，来生去衰，来大去长嘛。如果他来微何止来小啊，那就不是这个啊，来大来胜了，相反了，那个是虚衰呀 啊是不是啊，来胜虚衰呀，他现在去的时候反倒本大了，那就是相反了，是吧？所以这个样子主心脏病了。那么心脏病呢，有在表有在里的，在表的啊，主于汗出，在里的主于光热不通，这个道理不就明白了吗？嗯，这是上一次的课呀，我给大家再复习复习啊，因为我们同学的程度不一样，有的呀一听就懂了，有的比较困难啊，所以呢再重讲一遍啊，加强理解。今儿个的脉，今儿个讲的呢，讲西方肺脉了。说西方肺脉其性何事？四月，肺者津也，名太阴，其脉毛浮也。肺病治得此脉，要得缓迟者解郁，越得朔者再聚。何以治之？朔者南方火，
活喝西方金，发当用种，未难治也。那么这一条呢，是辨这个肺的平脉、病脉和死脉啊，平脉、病脉、死脉。所以呢，它有五行的五行学说的理论啊，用五行的学说的理论啊来讲的。这个肺呀，肺应西方，西方更新金呐、啊，肺属金的啊，所以肺应西方，肝应东方啊，肝应东方。这个肺在天为燥，在地为金，肺之气，肺之这个六气啊，风寒暑湿燥火，天之阴阳，天之六气，它是属于燥。在地呢，在地是五运啊，五行啊，在地为金。那么三阴三阳呢，它属于太阴啊，属于太阴。这是肺啊和天地啊结合起来了，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人为肺，合于太阴，属于太阴。它的实脉，它的这个啊，这个正实实脉，秋天的实脉，它的脉叫毛啊。毛者浮也，什么叫毛呢？啊，奄奄孽孽，欲寻于甲，遇微风吹鸟，背上毛，很轻浮的那个帽，叫毛。啊，羽毛轻嘛，啊，所以这个毛言其轻浮啊，脉来的很浮，而且呢很轻啊，轻轻的啊，在于皮上啊，所以这个叫毛脉。羽毛之轻浮也，这是它的啊正常的啊正常的情况，肺的正常的脉搏。如果肺病见到了毛脉了啊，肺之病，肺脏之病见到了毛脉了，而且呢何者是再有这个缓迟之象，缓迟啊，脉跳的既不太快也不太慢，比较缓和啊，冲用缓和指向的，这个主病愈愈，这个病就要好了。为什么要好了呢？它具备了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它本脏的病见了它的本脏脉了，才见了毛脉啊。啊，这个毛脉是它本脏之脉吗？这是一点，它就叫顺，就是相应了啊，这个脏病啊和这个脉啊是相适应了，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它又带有胃气啊，又有和缓的缓迟啊，不大不小，脉跳的不快不弱啊，不强不要的这个冲和的胃气，所以这个病啊就要好喽啊，这是一代一个内容啊，这是一个内容了啊，这是主病愈啊，因为它有胃气，所以它主病愈。如果它肺病它不见毛脉，而反见朔脉，不见毛脉而反见朔脉，所以为什么加个反呢？不应该见朔，它见了，所以加个反字。那么朔脉谓之火脉呀，朔脉为阳热可止，朔主热的，主火的。那么肺病，肺是主金的，肺在地为金呐、啊，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呐、啊，肺属金呐、啊。那么肺金的病，而见了这个火热的朔脉，
这叫火来可金，火来可金呐、啊，火来可金，这个肺病就要加剧了啊，这个不好收科啊，主欲邪气呀、啊、盛啊，来这个可乏肺金，所以这个病啊就啊就重了。那么礼品壶的脉诀，我不知道大家学没学过啊，这时候也可以结合吧，结合着咱们看一看呢、啊、礼品壶怎么说的。礼品壶脉诀，礼品壶脉诀是这么讲的，是说脉为阳，热可止，知将菌相火来矣，食以凉泻虚温补，肺病求身缺为止。肺病就是你肺脏的病，何止是秋天了啊，因为肺主秋啊，主金是缺胃时，见了朔脉这是胃怕了，因为火来可紧呐、啊、所以礼品壶的这个做的这个诗啊啊，那么反映了平脉法的精神，反映了张仲景的这个精神啊，和我们这个是一致的。这个大家要知道啊，要用这个五行的啊生克的这个学说啊，所以朔脉见于肺病啊，是主来火来克金，所以才主病加剧。那么何以止之啊，以下这些个话，何以止之？说着南方火，火可西方金，这个呢就是张仲景的自助指示，他自己惹啊给读者呀来解释问题。何以止之啊啊，以后的这个文字是他自助句啊。那么他说明肺金未病，反见南方的火脉了，不见西方的筋脉毛脉，而反见南方的这个朔脉火脉为火克金啊，这是火来克金呐、啊、那么火来克金，那么火就旺盛了啊，这个火邪呀很旺，火邪一个旺盛，火止未病就发生臃肿啊，就发生臃肿啊，所以才经常说的不是这个啊，这个发当臃肿嘛，为难治也嘛。那么这个臃肿呢有两个说法，一个呢就是广泛性的皮肤身体啊发生臃肿啊，竹疮痛痒皆属于心呐、啊，心则火也，啊，都是这个啊，火热止邪了，伤了血啊，气血了，所以发生这个啊，疮痒之变。那么也有的呢，因为是肺受了这个火邪的克，肺脏受了火邪之克，所以这个发生这个臃肿啊，应当肺的脓疡，肺的臃肿，就是我们现在说得的肺痈。那么这两个说法，一个呢是啊宏观的啊，在这个周身啊可以啊火热太盛了，火热止变呢可以发生这个臃肿啊疮痈。那么要是狭义的，因为它是肺病，肺经受了这个火邪的啊，这个相克克伤，那么就肺病而言，是不是肺上生了这个臃肿啊，肺痈，这个也是有道理的啊，也是有道理，这两个说啊可以并存啊，可以并存。那么这个样子这个就不是顺了啊，是为难治也，火来克金，金受火刑啊，肺金被克，由于火重，这叫重啊，
火邪的放纵，火邪呀重起势而来可这个肺金，所以这个病是难治的，不好治啊。这很有意思啊，这就长了知识了。我们在临床要看那个肺病啊，看肺病，那肺病了咳嗽啊喘呐、啊、包括肺痨啊，所以他怕见这个硕脉。为什么呢？火克金呐、啊，啊，所以那个痨病，这个在一中紧见，一中紧见杂病心法要诀啊，说这个痨病啊，开头有这么几句话，说是阴痨细数行径史，阳痨未隔气脱中，很有意思啊。阴痨细数行径史，阳痨未隔气脱中，苦白宣红一车卧。那几句我就不讲了。这个阴痨伤阴的痨病叫阴痨，肺阴受伤了，肺阴受伤了，它细细是正气不足了，阴肺虚了，硕硕就是火邪有余，就是火来克金。火来克金到什么程度呢？得把这个人呐、啊，这个皮包骨、凡身上的肌肉啊，都消瘦了，肌肉尽了，都没有了，大有现下，大骨枯槁，大有现下。到那个时候，人就死了。啊，所以西医叫讷一指啊，小豪家把浑身上这个气血、津液、肌肉都靠干巴了。阴痨细数心经时，火克金呐、啊。所以我们一见肺病，大手一看肺脉，脉还见硕的快的，这个病都不好治了。你不信就试一试，体温也不多，37.8度，有的时候38度。37.6度，37.4度，你用什么药，这个火就下不去，啊，一到晚上就出汗，总那么低烧不退，很不好治。你给他用点什么熟地呀、麦冬啊、百合呀，啊，什么甜冬啊，给他养阴呐、啊，头几副吃的还不错，吃到第15-16副的时候拉稀了，你怎么办？补泻了，稀释劳。啊，你用一指引的药了，他腹泻，哎，说赶快的吧，这不行了，补脾吧，稍微用点参芪白术，一下子，啊，嗓子也哑了，口里头生疮了，这火又上了，干了又，很不好治这种病。你不信，在临床就有这个事儿。所以后来用沈油乌法，啊，沈油啊，沈油乌法。另有治法了。总而言之，说明了啊，这个肺痨病要见硕脉，为火来克金，这个病啊是不好的啊。大家要有这个理论上的认识啊。下边一节问曰：二月得毛浮脉，何以促言自求当时呢？四月，二月子时，脉当如药，凡得毛浮者，勿知自求时。二月肝用事，肝脉属木，应如月，凡得毛浮者，是肺脉也，肺属金，金来克木，勿知自求时。踏节方尺，方尺。Thank you.
那么这一条啊，也是像那个肺脉一样啊，变这个肝脉的啊实脉和它的肺实之脉和它的相克之脉一侧生实的啊决断啊，一侧生实来辩证它的这个病啊是生啊是实啊，这么个意思。二月得猫伏脉，为什么提出个二月呢？这个二月呀是属于肝的，朱雀印肝啊，肝用事，因为这个寅卯辰啊，寅卯正月见寅，二月见卯，寅木卯木都属木，木是属于肝呐，啊，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肝呐，因为肝主风木的，所以说二月，那就说出来了是肝脏当令，啊，肝木当令，肝木用事。那么它是得令之上，二月是个木。木是合于肝，肝木得令啊，肝脏是个得令之脏啊，它得时啊，得时在旺啊，所以肝的脏气应该旺盛，它才对啊。但是它得了毛浮之脉，它得了秋脉了，正当着它二月前儿肝脏气旺的时候，他不见先儿与药的那个肝脉，他见了这个毛浮的肺脉，这个叫啊，这叫什么呢？这叫肺来肺经来克肝木啊，肺经来啊来克肝木，所以说是何以触言，这个触言当个断字讲啊，你为什么断言这个人到了秋天他就应当死呢啊，二月得猫伏脉啊，就何以断言他到了秋天就应当死呢？所以底下这就是老师回答了，说二月只是脉当余药以先，凡得猫伏者，猫伏是筋脉，得了肺筋之脉，故知是秋时，所以我知道他秋天时。那么猫伏之脉在二月前来见出现，这叫什么脉呢？这叫肺实之脉，这个大家要记住了，肺实之脉。因为二月前应当见弦脉，他不见弦脉，他出现了这个毛浮之脉，这叫肺实之脉。凡是见了肺实之脉了，他就有一个生克顺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他就有生克顺逆的关系。所以现在他出现了毛浮之脉了，他这是相克之脉啊，这就重了啊，重其事，所以才知道自秋当时啊。底下啊说二月肝用事，肝脉属脉，肝脉属木，应如月，应当啊先而于月，上次不是讲了吗？凡得猫伏者，是肺脉也，肺属筋，筋来克木，故知自秋时。这说的很清楚了，这就不要多讲了啊。不但是肝病肝脏是这个样子，其他也是这样子，举例类推，那都是这个道理。一个是实脉，一个是肺实之脉，见了实脉了，这个问题就不多大了。不过实脉呢也有太过的，有不及的，这顶多是病而已
不可能出现石。如果见了废石子嘛，那里头就有顺就有逆，就有重就有横，啊，一五行之理啊而退撤之。所以啊，这个脉啊，脉学脉法，以阴阳为法啊，脉有阴阳啊，以五行为法，讲生克，讲顺逆。你卦有阴阳，没有五行，它不够细腻啊，它不够细腻。阳啊，阳病见阴脉者啊死啊，阴病见阳脉者生。再往细里头了，它就不好推了。所以你必须得结合五行啊，这五行它才有生克顺逆呀、啊。啊，所以就体现了啊中医的传统的医学的啊这个理论啊，既讲阴阳又讲五行，五行是讲联系的啊，讲啊这个事物与事物的联系而发生的啊，是顺啊是逆啊，是好啊是坏啊，这个关系是什么关系。那么我们既然掌握了阴阳，而又了掌握了五行，那么拜这个理论来指导这个脉法，那大家想一想，那我们就是啊这个理论呢、啊、指导实践呢 啊我们才能够达到平脉辨证的这个啊这个境界呀、啊。你不讲行吗同志、啊、不讲这些道理怎么能够提高这个脉法呀？现在刮指导是见浮脉诸表，见沉脉诸里寨子，受脉诸火，实脉诸寒，再往深刻了一点就不懂了，是不是了？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学习，学习就是继承嘛，把古代的医学我们继承下来了，把它的宝库的东西我们挖出来了，为我所用，古为今用啊，你看这很有道理啊。这个事儿啊，还有这样的问题，你要是不指造，也就是完了，不指造了，就算是就不指造了。你要一指造它来了，这种很上瘾，越琢磨越有滋味儿，它逐渐的，啊，这个与身与人这个精神境界呀、啊、相共鸣，哎，它就逐渐的在实践当中，它就有了体会了。啊，所以要读书啊，这个读书到了一定的境界啊，他这个精神思想啊，他就要指导你的实践，你就在啊在临床号号脉啊，他就用得上了啊，就是理论上的飞跃就产生实践上头的结合啊，这个是必然的嗯、啊、这是一个。下边这一条，四月，脉肥人则富，瘦人则沉，肥人当沉，进反浮，瘦人当浮，进反沉，故折之。那么这一条脉，这一条的意思呢？这意思也是很有意思了，啊，这个脉呀、啊。我们刚才讲那么些个脉啊，这个脉呀、啊、和阴的这个形体，那、啊、和阴这个形体呀、啊、也有关系的啊。这个啊，他举个例子，举一个胖人和瘦人，这是举的是例子。那么我们从这个例子就得推呀、啊，还要推广啊，肥人、瘦人、老人啊、老人、青年人、男人、女人、幼儿，他都不一样。他这个例子是举的，就是一个胖子，一个瘦子，啊，这个比较啊，比较司空见惯的吧，啊，是举这种例子。
你把这个道理要推啊，人不一样，南方人北方人能一样吗？那么他的啊每一个人的特点决定他的脉，他有个正常指脉，那么反了这个正常指脉了，他不这么样了，那就成有问题了，所以就当折子啊，折者灾怪呀， 啊他就有了问题了啊。脉啊，脉呢就是一个动词了，就给他切脉了啊，我们当医生给他号脉。这废人灾福，这个胖人呢他肌肉丰满，他的肌肉啊很厚啊，脂肪层很厚，他的那个脉呢一般都见沉脉，我这个脉一般就是都是沉脉，是不是啊？啊这啊，这种挺粗的，上头丰满净体肉啊，肉乎乎的，哪那么好的，是不是啊？他的脉就得沉，这个沉呢他你跟你说是吧，同志你就见了阴脉了。嗯，沉色要纤维，你卖沉，你那你就不要这么断了，因为他胖的他肌肉丰满是吧，所以他卖沉。瘦人呢你一看就看出来他的脉管在上头是跳呢，都皮很薄肉很少，他的脉管暴露在外边，所以才卖出去浮的，是不是啊？这个呢和他体型的关系有关系啊，有关系。你还是那个长跑运动员，天天锻炼的长跑的马拉松的那个，他那脉跳的都很慢，是不是了啊？一看你不知道人家是运动家啊，马拉松队员，哎呀你脉太也迟了啊，实在属寒呐，你五脏之气不足了。人家说是五脏子气不足，我跑1000米呢还不如，所以这些东西就考虑在内，它是一种特殊的特定的一种体质，特定的一种脉象，是不是了？嗯，那么废人灾福，他这个胖子他应当沉呢，脉应当沉呢，他现在才见了福了，他脉蹦下来了，福者是漂浮在上面了啊，福脉举日有余，遇水漂木嘛，脉起来了。嗯，本来他得嫩呐，他现在一举啊就见了福脉了，那么这个就有违例，违背了这个啊，这个常规，违背了常规，所以不应遇此而遇此，他不应该这样，他这回这样了，你应当折之，你不要因为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啊，这是个反常的现象，哎呀你这是怎么回事啊，那么胖你的脉怎么现在这么浮啊，那很有可能这个人元气就大衰了，气衰不敛了，浮下来了，这何止是怎么的了，还受了风寒了，这他这个没说，因为他包括虚实寒热两个方面可能都有。总而言之你要当折子啊，啊他不正常了，不正常了才叫个加个折子啊，要责怪他啊，这是个问题了啊，这么样的一个意思。受人则沉，受人脉应当服啊，他现在反倒沉了啊，得要嫩了啊才能够见到他的脉搏。所以底下说非人当沉尽反服，受人当服尽反沉啊，不折子，他反了啊，所以啊才折子啊，宅怪他呀，不但是宅怪他，你这里头就得要研究它了，要研究分析它是什么个问题，为什么
为什么出现了这个反常的现象。嗯，你比如说小孩啊，就是在六岁以内的孩子吧，你给他一号脉，脉跳的都是硕脉，小孩脉都硕，正常脉啊，小孩脉见硕是个正常直脉。那么他现在他不硕了，他跳的比较缓慢迟缓了，这个也是当折子，你不折他行吗？还有这个脉呀，跳跳停一停，说这可不好的啊，这脉啊，脉有解带了，脉有间歇了，人到八十岁七十岁了，脉往往跳跳停停啊，这是家常便饭，有点事。他老年人了，老年人他就有这个特点啊，你1985年你给他看的是脉有间歇，再过10年以后他还没死呢，他还那样啊，那个他是老年病的一个特点嘛，老人的一个特点呢，有的时候。所以通过这个例子啊，就是人啊有特殊的一个体质啊，一个个人的具体的一个情况，他的脉搏就随着他的特有的体质的不同，他和与众人不同，这里头也有常也有反，当医生应该要了解，那当医生应该要了解。妇人来月经了，这个脉是个什么脉？来月经了，脉是有变化呀，啊，他心情急躁好怒啊，那个他是生理上那个反应，这些东西都得被他考虑进去，是不是了？所以要推理啊，也是举个例子啊，包括的内容啊还是很丰富的。这是一条，四月春脉下不至管为阳厥，迟脉上不至管为阴厥，迟解不至厥时也，月既起余命时生之气，起亦月节可知也。这一节呢，这一条呢，是论这个诊脏脉见了，见了诊脏脉了。不是这一条啊，是论这个阴阳的偏厥之脉法，阴阳偏厥了，何止是阴厥，何止阳厥的啊这种脉法。春脉是为阳的啊，春脉为阳，迟脉为阴，这个我们在变脉法里就讲了啊，春脉为阳，迟脉为阴。那么春迟中间呢，它有个管，叫管脉，管脉呢为阴阳之中啊，管呢是阴阳之气的上下的一个中间地带，春为阳在于上边，迟为阴在于下边，那么阴阳之间有个管，管在阴阳之中啊，拿这个管啊来分这个阳。